我就小讨论过啊，把所有的罪拢塞给林子清的身上，互你的刑责减到少。那也不是这款代志啊，这应该不是霸总吧？狗狗，狗！什么叫三零号？是金家嫂。哎，你们说，没吵架你？我来救咱的命，这款物件若是发生在我口中，你绝对给咱赔你大。我一世人上车中人。啊！走去嫁予一个好歹的林国庆尊女婿，竟然含这垃圾毒棍来弄破的落啊！我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你这莫名其妙嘞！阮五山是恁的大客户嘞，知影恁伫遮做市调，都免来顺顺看看。恁若是真了有才调，明仔载开会时阵拍卖我，卖伫遮乱。我这好讲的，啥物叫做乱啦？这样问句，你们把 Q 到等，无够，我一定替你想办法。我甲律师讨论过啊。把所有的罪拢塞给林子清的身上，互你的刑责减到少。那也不是这款代志啊，这应该不是霸总吧？狗狗，狗！是不是江超爷爷人派来台湾？不管你爱什么条件，我拢答应你啦。跟保险箱内底藏的，是不是恢复的股份，即马拢落在我的手头？咱爸平安回来，咱祖孙啊，会到做去钓鱼啊。在此委托寰宇集团总裁江中林先生担任见证人，一旦发现本彩下有以下两种行为，即时离开，并且解除一切公司的职务。放假半夜阿拉无钱，更加无钱。